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12月13日，旧历的11月7日，礼拜三。好在新闻一开始哦，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今年福建乡的旱季伫咧成长期拄着风台。地数产量严重减少，李伟丹修报乡长周恩典啊，呼吁民众做回来支持辛苦的农民。2023高雄国际发明家设计展，建国科技大学真厉害，摕到6面金牌得奖的作品，真侪嘛拢摕到专利，准备要来技术转移。中华县政府12月23日要来举办着岁末的演唱会。老中青歌手以及480秒的烟花秀，要让乡亲提前来迎接着2年的新气象。好，来乡亲啊，新闻一开始来看，福建乡的旱季产量，讲是全台湾第一的，嘛是乡内真重要的农作物。但是今年哦，讲旱季伫咧成长的时阵，煞去拄着风台，地数产量减少真济。13日早起时，李伟丹秀宝甲乡长周恩典就专工来到旱季田，关心农民采收的状况，嘛来呼吁民众做回来支持辛苦的农民。几苦难了了啊啦，几苦难海去啊！我乡的旱季田，农民是压落去咧挖旱季，到挖起来旱季，详细甲看，有诶已经劈开。农民讲损失惨重。哎呀，再害几棵拢害害去，哎呀，你看拢无繁殖啊，拢烂了了去啊。拢歹去啊，你来看，这个，这块你看拢歹去啊。无一地用去啦。福兴的地质透水性好，真适合种大农57号的番薯，但是受到天气影响，损失40%。加上采收旱季，拢需要真大量的人工，所以计效相对也较悬。今年福兴乡的地瓜差不多种植差不多300公顷，可是今年10月份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损失差不多40%左右，所以今年的价钱那个飙涨，差不多每公斤差不多60多块啦。可是现在的人事成本都没办法机器操作，都是人工在采收的，那个成本都是带比较高的啦。啊，一公顷来说，成本价差不多要40万左右吧。然后一公顷的工钱连本钱起来，差不多要30万左右啦。所以那个一公顷差不多都要了钱到10几万左右。对，所以啊也是没办法用全部的机器来代替那个人工，所以成本价钱会比较高啦。所以消费者要记得，现在的地瓜一定会很贵的，所以没办法比较便宜。所以今年10-20年来是今年最高的时候。花兴乡长周恩典、李伟丹秀宝关心农民生计，特别来到农产市场，也呼吁大家加食旱季，帮助农民。消费者可能会感受到讲，旱季的计数可能有较悬，啊，纯粹是真正是因为欠收的关系，地主吼那产量较少，啊，计数才会加悬起来吼。嘛，唔茫讲那消费者爱计数吼，啊。来甲咱的旱季吼来捧场，因为地瓜真正是一个营养真丰富，而且真方便的一个食物。咱福兴乡地瓜产量吼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哈。我们福兴乡的地瓜吼相当的好，也相当的好吃。今年的因为小卷风台吼受到影响，这些地瓜哈大概欠收大概有40%左右哈，相当的严重哈。我们这些农民现在正在采收地瓜哈，啊，地瓜就是刺激民相当的多，因为台风要泡到水，所以说我们这些地瓜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啊，变成说刺激民相当的多，啊，所以说造成我们这一些农民的欠收哈，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消费者能够来啊挺我们的农民哈，啊，帮我们农民啊来帮忙哈，虽然我们地瓜稍微价格稍微有一点高，但是我们这些农民其实今年的采收在
左右哈都没有办法赚钱，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相关单位能够来关心我们的这些地瓜农，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地瓜哈就是介绍给我们全国的所有爱好地瓜的这些消费者呢，能够继续来听我们的农民。福兴乡的旱季产量是全台湾第一，是福兴真重要的农作物。虽然今年因为产量较少，地数介绍较贵，但是品质也是真好，够好食，也是台地乡亲叫买。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继续来看，建国科技大学80多位的师生参加今年2023高雄国际发明家设计展。12件的参赛作品摕到6面金牌、5面金牌加1面铜牌。得奖的作品真多，嘛来摕到专利，准备来技术转移。搁较有学生的作品哦，讲因为真瓦近生活的应用，和评审团是真娱乐。建国科大师生团队再次伫个高雄发明展摕到好成绩，尤其是即届发明展当中，真侪作品拢甲 AI 相关的应用有关系。建国学生游玩是甲金牌摕回来。这一次呢？在会场上有很多的都是 AI 的应用啊，人工智慧相关的作品，而我们的作品能够在那边脱颖而出啊，这个就是很不简单了哈。摕到奖项的作品当中，亲像这座新型的变速器，唔呐，取得专利，搁可以当技术移转应用伫个卡达车或者是钢骨机顶头。它可以用在脚踏车那变速器系统，跟或者说它也可以应用在一个我们工业机械的一些变速箱的。领域上面，另外還有真大件生活发明，嘛真受评审团的注意，包括整合各种有线、无线、感应加手机的开关，以及详细太阳能板的机构，都摕到金牌奖。我就是可以说，我进房间的时候，他就自己先开启一段的电灯，然后后续的话，我可能说我可以用蓝牙控制啊，或者是把不同的窗那个什么感测器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然后甚至我可以营造一个无菌式的空间，就可以不要用接触式的方式，然后就可以让它开启电灯或电风扇之类的东西。通常都设置于在顶楼，然后现在为了防，因为人工上去会有安全的疑虑，所以做这个机构让安全的问题大幅的降低。建国校长进一步指出，即届发明展唔呐，建国的学生，学校嘛邀请亲像江苏大附工等临近学校的学生来加入研发团队。多张新闻，张尚中华采访报道。为着迎接2024年中华县政府12月23日平安夜之工，讲要伫咧溪湖镇的乌西国小边仔的停车场举办2023中华岁末晚会活动。到时阵哦，讲这个军中精灵方志伟动力火车顶背座老中青三代艺人，会轮番来登台演出。另外，阁会来放一个480秒的烟火。听我的军中精灵方志伟带来好听的歌曲。迎接2024年代到，中华县政府今年岁末晚会选择伫咧溪湖乌西国小边的停车场举行。节目安排了老中青三代的艺人轮番登场，也有480秒的烟火秀，以及包括65寸的大电视甲机车顶大奖，要予民众摸彩。好快哦，方经理又要到岁末了哈。那因为我们这个跨年有好几个乡镇要办，那我们是尽量就是给我们乡亲就近去参加活动哦。所以呢，我们就把活动大概都会在圣诞节的前后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冬至哈，这个前后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表演哦。那最主要做一下区隔，让我们的这个乡亲更有机会多听几场演唱会这样哈。出席记者会的客户丁丁马公，总算等来到客户办事吧，暗归了。欢迎所有乡亲来客户铁佗，第时先来吃美食，暗时看演唱会。的彰化岁末感恩的这个演唱会哈，今年终于能够移师来到我们西湖镇。西湖镇是彰化县的中心点，然后在地的特色，当然就是推动观光最主要的力道，就是我们的西湖台糖，有我们的鸡鸭边。中华县政府已经连续5年无办跨年，等到是选择伫个12月底举办岁末晚会，希望招待更加侪外县市游客来中华食景点、食小食，暗时来听演唱会，轻松来一个中华小旅行。
多张新闻，台下荣华彩虹报灯。鹿港天桥宫开放点灯，吸引真侪信徒哦，透暝来排队。讲今年拜头龛的信徒，为着要来点灯，是拜21点钟。广告了后，再回来关心。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新议会，新民意。典林继续和所有的议员为民众监督宪政，打造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彰化县议会录影播出时程于公益频道播送。我是杨耀聪，彰化花坛分院立法委员候选人，经济爱聪选耀聪，建设爱聪选耀聪，彰化爱聪选耀聪。你的手机也无电，嘛爱聪哦。立法委员候选人杨耀聪关心你。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四，也是旧历的11月7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在正西方，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接下来看人生的一年，剩无到两礼拜外，最近各大庙宇嘛，陆续来开放着点灯，按太岁报名。鹿港天后宫哦，嘛伫咧国历的12月13日哦，开放着甲新年点灯的预点服务。其中讲限量200趴的财运行通道，无一困难的时间，就予信徒点了了，就惊点灯点袂着。袂少的信徒是按前一天就早着伊也来排队。一堆民众在排队，一看过去，规妈祖殿大殿拢是人，天也未光，温度阁真低，大家也是真坚持，穿着真厚的外套，揢着衣料来遮排队。这到底是为着虾米呢？拢是为着鹿港天后宫这趴在运行通道来的。11点就来了，那为什么那么早来？因为往年都蛮多人排的，有一年没有点到。今年早一点到。哦，是是是，还有没有祈求什么啊？怎么会想说呢？求财，求财。嗯，是之前办公室点，年都有来啊。然后点灯很有感觉啊。然后所以今年又帮朋友来排啊。鹿港天后宫每周妈祖神威显现，每年旧历11月7日前一刻，妈祖公都会来受理过年的点灯祈福。民众唔惊寒，走来排队，就是希望能得到神明加持，带来财富甲好运。今年12月13日，我们早上8点哈，待会哈就来开始我们的2024年的一个预点的一个作业。然后今年的作业哈，就一大早的话，我们出现非常多的一个人潮的排队情况。最主要是我们这些信众啊、常年啊，或是说都有来供奉我们庙里面的财运亨通斗。的确，他们就觉得自己，我觉得他们也自己有感应到妈祖对他们的帮助。然后他们自己非常的努力，所以点了这样子的一个财力亨通斗的话，他们的事情或是他们事业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才造成像今天昨天哈，大概中午过后的话，就陆续的出现一个排队的人潮来点这样子的一个财力亨通斗。那我们希望呢，今年呢、有来排队的人都能顺利的点到，我们的数量不多，大概接近200斗。的财运亨通斗，所以希望说我们信众的话都能如愿以偿的得到这样子的点到这样子的一个财运亨通斗。那这些人呢，除了来点财运亨通斗之外的话，他们还会安太岁、点光明灯、文昌灯跟拜斗灯，甚至会为公司祈一个良缘。为什么？因为公司要有好人缘啊，订单才会源源不断。另外的话哈，我们在今年哈，就是明年的初九哈，天公星的时候，隔一天会有一场补运补财富的一个法会，所以有很多信众的话会趁这个时机刚好来庙里面的话，也一并参加我们初十的一个补运补财富的法会，这样子的一个法会也是非常深受信众的喜欢。
不管天气话哩，信众同款真热情，点灯拜祷，祈求妈祖保庇，龙年顺心如意。在中华新闻林桂英，六港彩虹报道。接下来看有原始自然景观加正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彰化市石牌坑清水步道，上礼拜两届摕到公共建筑国家景观类建筑园艺奖，就是有这么丰富的生态资源。因此在地石牌国小是专工安排着四梯次的生态演习活动，邀请到关内各个中小的校长、老师、家长，做回来感受、探访一个藏伫咧都市内的秘密美景。就伫咧彰化市民佛后边，这条古道经过彰化市公所努力，已经摕到两届建筑原野奖的肯定。有这么好的天然资源，当地就摆个小当然来好好来运用。刘老师排国小当彰化市的后花园的森林小学，我们也不负使命，在年底之前呢，就办了四个梯次，从今天开始一二三四四个场次的清水步道的踏查，邀请全县的校长带着会长还有主任们来踏查，希望全县的孩子们经过主任、会长以及校长的踏查之后呢，有机会也可以到石牌坑清水步道来看看我们彰化市有多么好的生态环境。虽然是研习课程所谓示范，专业的生态导览老师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吸引学员的注意，每周参与研习课程的老师跟家长都是受益满满。蛮难得的机会，因为借由这个课程可以认识石牌这附近的一个生态跟一些植物，想说认识一下周边的，我知道这里有个步道，然后很漂亮，只是一直都刚好有这个机会，校长跟我们介绍这个机会，可以来认识一下周边的生态环境。石牌坑清水生态步道是办理环教活动的上好地点，伫咧当地志工、业者以及农民的共同投入之下，结合社区农产销售点，打造成为生态东道小旅行的上好地点。多中华新闻，中向中华彩虹报道。来看河北大研国小行政大楼的穿堂哦，破损老旧，因此学校是特别向县政府申请彰化县美感校园的环境营造计划，重新来整建布置，嘛来结合着课本的内容加空间美学的设计理念，打造充满学校特色的学习场所，让学生囡仔会当来到这感受着美的教育。河北大研国小行政大楼的穿堂破损老旧，和方向管府申请经费重新整修，而且结合校本课程七个好习惯加空间美学等设计，充分展现学校特色。美的教育，美的场域，然后呢，来带领小朋友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空间。那这一个半开放的透明空间呢，孩子在这里有花艺，有茶道，那有动态，有静态的一个学习课程。中午田径队的小朋友也在这个地方呢，可以休闲休憩，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体能的一个训练。大英国校友安排小小的览馆来为大家介绍这个美的空间。这不仅让我们能从日常生活中开始体验美感教育，同时也为拥有一个独特的艺术展演空间，使校园充满生机和美感。我们的穿堂设计融入了美育元素，并以半开放的空间概念，使这个空间不仅适合艺术和人文课程，还可以用于茶道和花艺课程，甚至是体育课程。大家可以看看后方这七个习惯，就像一棵树，需要阳光、空气和水来茁壮成长。在此次改造中，我们巧妙地使用灯光，就像阳光一样，来象征这种照耀和培育。期望每位大荣的学生，透过自我领导力课程的洗礼，在长期的熏陶下，形塑自我领导力的信念，茁壮成长，成为一棵健壮的大树。胡慧佳校长表示，这个场域不但当作为本校学生艺术作品的展览艺廊，在艺术甲人文、语文领域的课程规划顶面，也当作为欣赏艺术、甲图甲综合活动的教室，让囡仔伫这个空间，会当感受到美感教育。台中华新闻叶芳吴何美彩虹报道。今日来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卖谢金石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阵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艺术是严格，艺术是
让人仰过鸡缸。咱来看内裤，国产鸡品质上好是盐鸡，未小拍，全心生肉。过来是俗语，盐鸡碳红杯，意思是盐过鸡缸，因为体型较肥、较大、较含万杯。而且讲的不只是盐鸡，是指所有的鸡缸、鸡母，孝想要学红红杯。红应该是讲红红之意，母的叫做红，公的叫做红。听讲红是一种高贵又吉祥的鸟仔类，鸡是真普遍的家禽。想要学红红飞，真正是牛屎骨剃石板，用来防止人的面膜啊、材料、身份，拢使人阁少想要学人。新港乐龄中心带着时代学习化妆加穿衫裤的搭配，再来透过着走秀展现时代的自信加风采。广告了后，马上回来。我是罗清典，我是萧美琴。2024年这场选举是关系台湾会当稳定向前的关键选战。国家需要有经验、会当和世界交往的领导者，敬请支持守护台湾稳健进步的罗清典、萧美琴，拜托多谢。身为立法委员，首播唔拜放袂记，我嘛是两个囡仔妈妈，甲所有的爸母同款。希望为咱的囡仔会当做搁较侪，对因做过的承诺，秀宝一定全力以赴，予伊实现。疼惜咱的宝贝，予咱的囡仔的教育会当继续往好的方向来改变。延续真心，秀宝四年拍拼看会到，恳请支持陈秀宝。开播大中华新闻，好过来哦，来看到博文健康事业公司为着感谢彰化县警察局员警维护治安的辛劳，是特别捐赠警方健身器材一批，让员警会当来到这锻炼身体，维持体能。在专业健身教练的指导之下，一群警察同仁拢是头一次体验伫个健身房才有的全职力吧。除了大方捐赠一批健身器材以外，业者嘛派出两位专业的教练来指导安怎正确使用，希望让每一位员警到最后都能当自主训练，维持体能。所以我们这一次有找我们专业的教练来，那这个教练是非常的资深，他对于就是这个拳击力吧，那我想警察他在面对第一线的犯罪者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强壮的体魄，甚至于是反应要非常的迅速，所以这个力吧其实就是让他们训练可以动作很快速，然后可以打击犯罪。县警察局长表示，感谢业者的新工业，让当人会当强身健体，维持良好的运动习惯。警察局会将这批器材平均分配到各个分局。有23具的拳击力靶训练的健身器材，那给我们警察局。那我们将来呢，会分发到8个分局、3个训练基地，提供给我们基层同仁做自我自主的训练。能增强肌耐力，希望啊，对我们同仁的体魄哦，能够更强韧。县警察局嘛已经规划好，要安怎来好好运用这批健身器材，提供员警伫咧执勤以外时间，适度自主训练，平常时的训练训练结合健身，透过教官指导以及分享动作技巧，来强化基层员警的体能。多张新闻，多张转化，彩虹报道。那再来来看，新港乐龄中心出现一批高龄的模特儿哦，在咧老师的指导之下，时代除了会晓化妆，阁会把这个衫橱内面的旧衫裤摕出来重新搭配，然后穿在身躯顶走秀，展现自信。新港乐龄中心今仔日变成流行舞台，即个要做秀的当时乐龄中心的学员。
先到乐龄中心开始老医生穿我最潮的课程，透过化妆、清茶来学色彩，找到上适合自己的模样。我们是深港乐龄，那这一期开课的课程是老医生穿我最潮，那透过这堂课提升长者的美感教育，那同时也搭配彩妆与整体造型，然后及教他们怎么穿着，透过课堂然后让他们练习提升自信以及增加社会参与。姚顺龙老师表示，这次课程主要是希望学员摒除肚子里的旧衫，搭配化妆配件来呈现自己的模样。就是老师那个以前我们化妆就是全部的彩妆都把它上去，也不管什么颜色，有上上去就好了，也不管那个、啊、上了顺龙老师的课，他教我们那个毛细孔怎么长，要怎么擦才会粉才会贴服贴、啊、还有教我们怎么搭配颜色服装鞋子怎么搭配，这样子大家进步很多，每个人现在进来都觉得哦好亮啊、哦！来，过来。罗林中辈一开始拢会拍摄，随着课程是慢慢找到家己的风格，累积自信甲风采，最后利用作秀来展现独特的魅力甲光彩。我爱我的。德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在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85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7.1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主菜上价27.5元，中价19.9元，下价12.5元。卡玛多上价53元，中价44.6元，下价38.7元。青菜上价66.7元，中价45元，下价30元。番薯上价40元，中价30元，下价25元。花椰菜上价33.4元，中价27.6元，下价20元。芥蓝菜上价40元，中价26.7元，下价17.5元。包心白上价12.5元，中价10元，下价7.9元。桑头上价37.5元，中价31.7元，下价20.9元。菜头上价13.2元，中价10元，下价7.1元。白莲仔上价35元，中价22.8元，下价15元。白菜上价29.8元，中价19.3元，下价12.5元。葱仔上价90元，中价86.1元，下价71.8元。东北季风减弱，环境风场转吹偏东风。西半部地区伫咧北方的所在，酷暑条件较差。中部地区哦，空气品质讲是一个普通的等级无。另外伫咧天气方面哦，讲一个拜四、拜五气温会回转来，各地头哦普遍高温来到26度至29度，水气偏少，各地头拢是一混合天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会来落一个18.5度。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